君君的珍珠奶茶干嘛不喝完啦？放在这边是要养水晶宝宝哦。哦，他衣服怎么都积这么多不洗呀、啊？恶心呢、欸！哦，君君为什么垃圾都不倒啊？下次干脆把它整个一起回收好了。哦，这个头发真的很恶心、欸，干嘛每次都不清呢、啊？哦，哇、哦，他卫生习惯真的很差哎、欸！他到底吃了什么啊？卡大便。起来啊，很恶哎、欸！哎、沐浴乳借我一下。好哦。哎、欸，你这个碗借我用一下啊。好。哎、欸，我跟你借一下卫生纸哦。嗯。哎、欸，你洗衣精借我。我要洗衣服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你鸡蛋糕借我吃一口。哦，好哦。哎、欸，我跟你借个冬粉。嗯，好。哎、欸，垃圾袋借我一下，我可能用个几卷，我不知道。好。哎、欸，吹风机借我一下。好。哎、欸，你刮胡刀借我用一下。嗯，好。你不要拿去刮脚毛哦。哎、欸，内裤借我穿哦。这不是我的、啊。哎、欸，那这谁的？看。哎、欸，我的泡菜不要给我偷吃哦。哦，谁偷喝我牛奶啊？啊，我的泡菜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怎么又满了啊？他们说是冰的什么？我臭臭锅嘞！啊，臭臭锅？对啊，我那时候就闻那个东西很臭，它坏掉就把它丢掉了、啊。它是臭臭锅哎、欸！好了，抱歉。W 方向那栋房子，你有看到吗？二楼，二楼好像有一只。哎、欸，等我一下。吵死了！我室友跟他女朋友在吵架，三两头都要吵一次，这吵什么东西？你帮我下烟啊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到，你大声一点，你麦克风大声一点好不好？我听不到啦。好了啦，分手啦，跟女朋友一起丢一丢啦，很吵哎、欸。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希望你找到更好的。哦哟，你很讨厌耶。对啊，大家都看到了，我还不想公开啊。哎、欸，你可以小声一点吗？我要睡了啦。讲电话干嘛那么大声啊？宝贝，等一下哦。怎样？你每天晚上在那边咳痰才大声好不好？我哪有啊？你看你是不是咳痰呢？我吵到谁？我吵到单身狗是不是？有男朋友了不起？之前脱水机坏了，你修一下。白痴，你喝醉了！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？我是张宇。
天啊！啊，你上个月缺了3000块，记得吗？记得吗？家里血！哎哎哎，等一下，你不要动，不要动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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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哎，不要血！我吐黑色的，你看，你看。我不要哦哦，我要血。我是章鱼，吐黑。星期五在他那个。今晚我想来点大肠包小肠。嗯，收到。今天吃冰好不好？啊，我要叫冰。哎、欸，不想吃刨冰，红豆的、芋头的。红豆的，红豆的。好好好。啊，你等下给我70哦。好，好贵哦。今天咸酥鸡免运，快点快点。啊，又要吃。对对对，快点快点。12点吃2天了。有什么关系？要吃不一样的东西，你快点快点。啊，我没钱啊。哎，钱再赚就有了嘛，快点快点，跟我一起点啊。哦。快点，咸酥鸡、白叶豆腐、米血。那帮我点一份鱿鱼。好 ，OK。我还有一个五谷鸡块。小火锅太贵了，买一送一，算我一份。OK。Ha ha ha!